接下来呢就是到了，你只要出关西机场呢，有任何的交通都一定会来这边，因为它包含了非常多旅行的票，一到南坡或者是到京都的票都是在这里购买的。我们要购买的是关西机场到京都，然后是单程3600元日币。像我已经有 Echo 卡的话，就是1600元日币。3600元呢，里面包含的是2000日元的 Echo 卡，就可以搭 JR、地铁、磁铁、巴士，甚至可以买东西哦。离开时当然也可以退卡退款，手续费呢是220元日币。其实从机场到京都只要日币1600元，大约是台币450元。前往京都80分钟的直达车，快速。方便又省钱呀！哦，坐哈鲁卡去京都用的，是这一张。嗯，它有规定吗？还是坐公交？是哦，是这两班。嗯，好，谢谢。换好车票了，走。是逼到我们。而且呢，如果你在关空机场买的话呢，你们看它还有超可爱的三种限定版本。这里是吗？哎，哎，干了吗？发现一件事情，好像可以放车票，好厉害哦！我们购买的是自由座，可以的话就提早排队进去找位置坐咯。桌上呢也有小桌子，座位的部分也算蛮舒适的。如果你今天是小资族要从机场到京都的话，虽然不一定抢得到位置，但是80分钟直达，台币呢大约450元上下。我非常推荐这一个优惠套票哦，我会在下方放出连结，有需要的再自己去参考咯。拜拜，谢谢收看黑鬼儿频道，在 FB 按赞追剧追踪黑鬼儿 IG， 订阅黑鬼儿，那个拉个铃铛哦。